接下来为您报道的是最近人气高涨的亚洲新兴女团 Cookies 于日前所举行的出道记者会。 Cookies 一现身会场，疯狂粉丝尖叫声四起，摄影师们也毫不犹豫直按快门想捕捉最佳画面。而其经纪公司酷奇唱片的林董事不仅到场向各位贵宾与粉丝们打招呼，更带来令 Cookies 意想不到的大礼呢。影片中不仅出现了亚洲天团五月天与知名主持人小燕姐，甚至连歌后黄小琥等巨星都来为后辈加油打气。受到这么多重量级人物的道贺，团长 Daisy 代表 Cookies 向林董致谢，粉丝们也因此听见了 Daisy 动人的声音。紧接着释出了首支 MV 的预告，令现场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另外，此次不仅是出道记者会，也是统一企业旗下产品 UniWater 与 Cookies 的签约仪式。统一企业企划行销部的郑董事更亲自来到现场，并表示非常荣幸能够与 Cookies 合作，也希望借由五位团员美丽可爱的形象，塑造出全新的 UniWater。仪式中还设计有趣的小桥段，当水倒入每位团员的水杯中时，各自呈现了不同的颜色，气氛也因此被炒热至最高点。记者会结束后，记者们争先恐后上前向每位团员提问，可见 Cookies 的光彩连记者也招架不住。完美娱乐记者柯怡安云林报道。